想不到今天开场是这样吧？欢迎来到兔羊频道，恭喜啊啊！好棒好棒，吃的好棒哦！兔兔在化妆，好慌张的开场哦。我们今天呢是有一个很大任务的，我们今天要带恭喜来拍证件照，之后要带他去美国嘛，所以需要证件照，还有就是我们的全家福。现在兔兔已经在化妆了，我正在喂恭喜吃饭，好忙哦。哎呀，吃的这么好哦，真的好会吃，吃的好棒哦。我们现在在 HoloFace 专门拍韩式证件照，拍得很漂亮。等一下我要帮恭喜换衣服，在他吃完饭之后。好像穿起来蛮帅的，在换尿布哦，好大庭广众哦。高光时刻，来，宝贝啊，不是，你要坐后面一点嘞，宝贝，宝贝，对啊，这样好棒，哇，可以，这样可以吧？你在卖什么萌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把手手撑这里，我们手手撑这里，很棒哦。好啊。这里，这里哦，好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等哦，好，一二。你把手放下面，你把手放下，宝贝，我们手放下面也可以。我要疯了。好。你不可能没耐心了吧？你看起来已经没耐心了耶，小宝贝。太快了吧！他想要小鸭鸭，他一直在往小鸭鸭那边去。你们还有另外一只小鸭鸭吗？我有很多只。可以给我一只吗？啊，这个宝贝，抓这个鸭鸭，鸭鸭在前面，下面。对，哎，手手放下来，好棒。不是，手手放下来，好棒。来这里，对，好。啊，你要看前面。这里，你看这里。你去前面好了。恭喜！啊哈哈哈！笑了，笑太大了啦！我们笑一个浅一点的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手肘放下，你看这个鸭鸭，这个，哇，不是伸舌头。恭喜宝贝，宝贝，恭喜！啊，那个太大了，嘴巴闭闭哈，谢谢。不能露牙齿，宝贝。刚第一轮已经拍完了 ，no， 结果是不行的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第二轮。我们会有什么调整吗？他现在状态很好，赶快拍。恭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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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，嗨 ，hello， 恭喜啊，恭喜宝贝，恭喜。我一直在憋气，屏气凝神的那种憋气。他好像蛮开心的，他很开心，还在开心耶。恭喜，嗨，恭喜，这里，恭喜，恭喜，小孩子的耐心真的太有限了。你现在开始才多久？十分钟吧，五分钟一轮，五分钟一轮，我觉得已经消耗掉不行了。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接没了，就你。我是不是真的还是得去换那个白衬衫当背景？这要问摄影师了，我不知道要使出第三招了没。看一下，这边我选了五张照片。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一张我会选这一张。啊，这张也，这张也很可爱，好像可以了，是两张好了。这一张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妥协了，反正又不是我脸，又不是我脸放在护照上，护照放十年，你加油吧。这就是你的证件照。妈妈先给你，我会把这个衬衫给脱掉，现在不拍，我要把衬衫脱了。你现在好像背景哦、喔，我本来就是要当背景，很可爱耶，很可爱啊。好啦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成功了，我好感动哦！我知道这一定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，但我们达成了，真太痛苦。开心哎，开心哎，他开心了哎，哎，他的家人已经怪怪的了。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战争，他一直哭闹，是因为中午他的午睡时间到了，所以他就一直哭闹。最终他还是成功的睡着了，如今已经睡在安娜的身上了。然后
睡一个 S 型的，随便。我们不敢乱弄他，怕他等一下醒过来，我觉得不好。现在他就是要强力补眠，赶快要充电一下，等一下才有办法拍全家福。知道吗？我现在很愉快，我觉得我好轻松。艾玛整个就僵直，他很僵硬，我觉得他今天一定会肌肉酸痛。你明天一定会酸痛，搞不好你今天晚上是酸痛，他整个拉超直。这根本就是一个炸弹，谁抱着谁会爆炸、欸。我现在来恭喜的唤醒仪式，每天早上或者是大家睡午觉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它唤醒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恭喜恭喜啊！好累哦，不是在梦里呢，是现实生活中，妈妈正在叫你啊！恭喜宝贝，恭喜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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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醒了！恭喜恭喜宝贝，突然醒过来了。是不是？是，是不是？嗨，恭喜！是谁？是谁呀？是谁？恭喜！是谁？啊！哎，嘘，是谁？是谁？没有，没有要醒过来，他真的没有醒过来。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吝啬按下订阅，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订阅。嘿，他在看车。在看车啊！恭喜！早安，睡得好吗，宝贝？哇啊，还有点想睡啊。我们现在要拍全家福了，这小子终于醒过来了，自己醒过来了。嘿，系列的放在一起，然后让你在其中里面，不管是删掉或者选取你要的，等于是同一系列，你会先做一次的选择，最后在总决赛。我们第一阶段选了20张，再从这20张里面选3张出来，这就是我们选的3张啊，再调整一下，加够。我觉得每天保湿还是不够。保湿不够，我真的是要疯了。那如果毛可以修的话，这个毛可以修掉吗？这个可以啊。开始修胡子来着的。你好年轻哦。这是哪里？哎，你长痣。我长痣了。我可以看原图吗？差不多，你脖子本来就很细。下巴也蛮尖。为什么没有胡子？我昨天刮过。你很贱，快讲一下。我们来看小朋友的照片喽。好，这么可爱。你看，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那我们来看三位的全家福，拍的非常好。有没有觉得狼的那个手势很老派？我妈有拍过一个婚纱照是这样，握着自己的下巴。啊，也有。对不对？就这样拖着这个下巴。来教妈妈。哎，你知道她今天在我化妆都说什么过分的话？什么？你好像古代人。我就跟你说，你长得像古代人啊。而且你很像我妈那个年代婚纱照会出现。不是，你妈那个年代不叫古代。妈，对不起。拿到了，你们看，这是其中一个尺寸，办美国签证的尺寸，它上面都会写是哪一个。然后这是我们三个全家福也洗好了。Holo Face 的细节很漂亮，细致的。Holo Face 其实一直都是走一个很精致韩式证件照，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啊，我觉得他们只有更升级而已。因为其实我已经在这里拍过2组，所以今天已经是我拍的3组证件照。这个设置啊，空间啊，像我们这一次来的是他的华山店，我觉得整个感觉就非常的韩系。我觉得他们整体来说是更升华的。啊，好可爱！这是他的礼盒，真的很漂亮哎。今天总共花了多少时间拍这些照片？其实花蛮久，但是我们书画的话，它1小时，我半个小时，因为仔仔的关系，所以我这边就牺牲了我自己。拍摄的话，证件。蛮快的，全家福花比较久，是因为仔仔中间想休息，所以我们有停下来等他睡觉。那我觉得 Whole Face 其实大家都蛮友善的，也可以体谅小朋友有一些特殊的需求，他们就是愿意等待恭喜。恭喜的状态 OK 之后，我们再去拍修图的话，我们今天拍的东西蛮多的，证件照、全家福6组照片去修，因为1小时，那我们就是再去看有没有微调，他们也很愿意帮忙修啊，帮忙处理。我觉得整体来说流程是这样。
小朋友来的话，家长可以多留一点时间。真的，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在处于这个习惯的阶段。其实我觉得带小孩来，所有时间你都要安排以往的两倍。我自己还是有点微微的错估，而且我也感觉到他一直在长大。就例如说他以前没有的情况，但现在有了。例如说他刚刚会容易累或怎么样，可是他以前小时候其实还好一点点。真的带小孩出来太多突发状况了，还是要留给家长多一点点时间，不然会很狼狈。那我觉得拿到照片很开心，我就要准备着手帮他办护照了。或许在美国，去美国之前我有机会再带他先去一个邻近的国家，比如日本啊、韩国啊，期待吗？觉得恐怖对不对？日本很可怕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想要说拜拜。